对的，这是为什么我突然间想录 vlog 呢？因为哎，距离我上个 vlog 好像是 MCO 前的事情了。因为这次呢，我非常兴奋哦，因为这次呢，可以说是我第二次吧，第二次出国工作啦，然后是去一个我完全没有去过的国家啦，然后就蛮期待一下的，就想记录一下这个旅程啦。好，我们机场见哦。现在就到了机场，超多人，那个 queue 超长。这个 working trip 呢，四天三夜哦，这个就是我的行李啦。OK， 没有夸张，没有很大，刚刚好。还有带我的小肚子，我在飞机上面就靠它了。进房间了，哇！一开门哦，其实蛮大的这地方，当然这个地方就很大了。然后开门进来的就一张很大的双人床，然后呢，这个就是 I think like makeup table 这样子。然后这边呢就是它的风景，它风景真的很漂亮。哦，然后这间酒店呢是 Horizon Hotel 啦，然后是四星级的。现在呢是早上一点多左右，然后我刚刚睡醒了 ，fine， 那里可以好好睡觉了。然后现在我就想要去吃什么嘞？然后我就看到很多小红薯啊，就来没有 idea， 你懂吗？完全没有 idea。这边它就不像别的国家这样子，就来很有攻略，完全没有攻略。所以我们就走走看看，要看着什么东西好吃咯。哇 ！Oh my god！ 很大份。那我再穿这个牛肉饼，然后看起来分量很大的牛肉饼。哇！它比较像是肉碎的口感，我完全不会感，都很 juicy， 很 juicy。味道调味的是很香，而且一点都不觉得很腻的感觉。哇，可以耶，这一个。我现在到就叫收瓦 keep 是吗？收瓦 keep 对吗？啊，对了，到了这收瓦 keep， 然后呢，一到附近的时候呢，哇，超级看起来很本命的，到处哇，看到我的直接懵掉了，看得出那个车里面的那个温度和外面温度几大，你要先来，哇，我的这边被柠檬两次哎。OK， back to normal。让我们先逛逛一下啦，看有什么东西可以走走看。我晚餐应该这边 center。然后这边真的是看起来很热闹，希望蛮好逛的地方了哈，希望这个好逛的地方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而且都超级无敌大的，它可以逛很久哦。耶，小妹。第二天在罗哈，现在是八点半的时间啦，然后我等一下有办了一个就是一个沙漠 trip， 然后很多人讲的这个 trip 的可以说是来一个这种沙漠地方就一定要去的地方，所以我就很迫不及待了。他们就很早起身，我声音就没有了，我们等一下沙漠去，有点恐怖，还坐不稳的感觉这样子。
在附近呢选个麻豆的餐厅呢，它是土耳其餐，然后招牌是蓝色的，然后我们的一开始的面包来了，哇，这个好烫哦，然后点这个很像辣椒的 sauce，太好吃，哇，很香啊，哇，还有这个。嗯，耶、yeah ！之前两天呢，我没有拍到任何的影片呢，是因为呢，我是有工作在身的，可以不要忘记，我是来工作，是来玩的。但现在呢，我要回去了。最后呢，跟这个黄色的熊熊说个拜拜，我们走哈，工作间走走看看这里，到这边就结束啦，拜拜。